报纸僵尸，你在干什么呢？一副色眯眯的样子，好恶心啊！你才色眯眯的，你才恶心！我这是欣赏啊，欣赏！欣赏？你在欣赏什么？我在欣赏我自己的画儿，怎么样啊？漂亮吧？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！啊哈哈，没想到你这么有品味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幅作品，那我把它送给你吧。太棒了，谢谢你！啊哈哈哈哈！为什么只拿走我的相框啊？可恶！报纸僵尸的话。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